哟，谢谢你过来啦！今天又看你穿那么漂亮，我觉得我穿这身我好自卑哟。朋友们，我老爸前天就去广州上班了，家里面现在就只有我和我老妈了。这不，昨天我爷爷把小鱼鱼接过来了，他们星期六、星期天放假。小鱼鱼还在睡觉，喊他起床。小鱼鱼，起床啦，快点，快点，都九点钟啦，你还笑？哎，肯定没睡着了，快点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新买的那个孕妇装，咋样？虽然我觉得很显哈，但是我觉得好看。上次我表姐就去城里面陪我看这件衣服，实体店300多，我自己买才5多块钱。睡醒了哈，那我给你梳头发。回老家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。昨天中午我们就回来了，昨天下午开的家长会，嘎。哎呦，你坐到我脚了，快起来，哎，好痛。什么大月光？为啥？太难听了，太难笑了。走，我们去刷牙，吃早餐。这个哈，好比一下。打扫卫生哦。啊，专业哈，弄干净哈。晓不晓得？那里有蛋，煮了果子蛋。你叫谁？早餐。啊。哇，这么多丰盛早餐。还是老家空气好啊，舒舒服服的。用牙粉刷牙。哎，我老妈又拆了一盒。哎呦，快点，水水落了，快去接，快去。你又拆了一盒牙粉呀？啊？你又拆了一盒牙粉呀？啊，用完了噻。哎，都好用的嘛。嗯。刷完牙吃早餐了哈。哎，我看一下你。用了这个牙粉，口气都清醒多了。像那个牙粉，你们可以去我橱窗拍，它就是用了嘴巴没有味道些。我老妈他们都用了1年多了，而且老板也说了，你牙粉就随便用，新鲜的感觉没效果还可以退的。上车噻，月月。吃完了写作业哈。Hello。啊。一起写，要得。我还是吃早餐了，喝瓶牛奶。你要不要蛋？不要啊。小鱼鱼，坐端正些哈，写作业。嘿，一个小家伙在旁边学习呢。吃了饭又要吃点东西了，吃点零食。这个麻花，肉熟麻花，吃不吃？乖乖，你不吃啊？吃吧。一大桶，就吃了一大半了。吃一块。这是我的小侄女。哦，对，有点大块是吧？拿一块小的嘛，待会你吃不完的。对，哎呀，哼哼。肉松麻花，我喜欢吃肉松，妈妈的肉松。哟，谢谢你过来啦！哇塞，今天你这身又好漂亮哦！有吗？有。就是一般的衣服啦。过来干嘛？啊？过来干嘛？我找你刷牙，你不是走了吗？哇塞，我们两个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面哦。谢谢谢谢噻。谢谢你来了，阿姨，好久不见，相见，就是我们三天前才见过面。对，快去刷，快去刷了，哎呀。冰冰。今天又看你穿那么漂亮，我觉得我穿这身我好自卑哟、哦。我还觉得我今天这身好看，结果呢，跟你两个比起来太难了。你是孕妈妈的嘛，很正常。到时生完娃儿之后就好了，就生下来了啊、哦。哎，我就太难了，太难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先好好生生的养胎，再想办法啊、哦。行，我们两个一定要对比一下。啊，你快点哦，过来哦，我们俩一起比一下哦。有啥子好比的嘛？那不好比嘛，真的是，我仔细看看我们两个变化也好大，确实我的变化好大哦，嘎。你现在是孕妈妈，孕激素起作用是很正常的。我都长了130斤了，什么概念？我觉得还好吧，130斤不是很重啊，才长20斤而已。你觉得我长胖了吗？胖了，可对了。你都觉得我是胖了？真的是。但是你现在好好生生养胎嘛哈，等以后生完娃之后慢慢的那个。减肥啊！你晓不晓得？我一看你穿那么漂亮，然后又化妆，我就特别羡慕你，然后我就特别特别自卑。自卑啥呀？你也不晓得，平时我就是这样穿，就这样化的妆，我也没得法。想到我以前哈，
以前我身材是挺好的，就现在也还行，只是怀孕嘛，是很正常的哈。妈妈，你不怕？你因为你只是怀宝宝了。怀宝宝了吗？哎呀，行吧，谢谢你的安慰。安慰什么嘛？本来你就怀宝宝了。跟宝宝生下来，你一定会瘦的，相信。相信我啊。行吧，行吧，我也相信我自己。第二天我有毅力，生了宝宝之后哈，然后再减肥。现在胖无所谓。朋友们，你们说哈，我怀孕现在是不是长胖了很多？我感觉完了，跟胖干上了。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咋不知道？那你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说你长胖呢？好吧，那我不说。我现在长了20斤了，也就是说我在营区里只能长28斤。还有8斤可以长，所以我还是要控制控制一下。但是你不要在我面前这样穿衣服，谢谢。你妈的，他要走了，无所谓噻。你也是见到我一次面了，这么一次。哎，我都想这样了，你要去这样，我也去这样吧。就今天晚上见个面就走了。嗯。